我是如何成为了高圆圆？世界、他人、不同的自己，使我成为了独特的我。宇宙的诞生来自基本粒子的连接。当今的社会在加速人与人的连接，连接是缘，较量彼此每个交错的瞬间。 小妹用礼让照进缘分。缘分是愉悦的、庄严的、多变的，所以快乐，所以郑重，所以收放自如。我非常的感恩能和这个世界，还有身边的人，包括我自己的不同面，因为缘分而相遇，也给了我真正做自己的自由。 这一切值得纪念的相遇都会变成流浪的言语，在小妹这儿，珠宝其实是超越了物质的，成为了一种哲学。小妹总是非常的与众不同，永远都会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优雅的风格，风雅于形，自在于心，跟我自己个人的追求非常的相似。我是圆圆，小妹让缘分可见，让我圆圆。